请进选手马吉。这里几那不是你爱吃的吗？安喜被穿进哪里啊？咦，下到是第二层来了。他好像想找一个地方跟我一起来吃东西。哦，有可能哦。嗯，你看，你看。边洗澡边吃东西，爽。我们家洋洋不是以前边吃东西边便便吗？非常享受。安安静静开始吃东西。开心哈，开心哈 ，Happy。好不好吃啊？嗯，所以食物到底要放在楼上还是楼下？其实放在楼上只是为了吸引它多跑动。对啊，不然就放在楼上好了，嗯，然后它自己跑下来夹进夹到楼下吃，这样才会有去觅食。